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在高雄多多玩具。没错，看到这里就知道要干嘛了。有没有看到我这一栏？我今天就是那个篮子，他一进来先拿好篮子，我也是。他那边篮子有准备好了，就是要抽爆啊，抽盒玩啊。而且我这个亲眼，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墙啊，他这个墙好用心哦，每次厉害对不对？每次还在夸奖一次，因为他做的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变得超级有质感这样子。然后如果你又缺什么，你想要凑整组就可以来这边挑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上次会特别派他了吗？因为我觉得太扯了。每次来都会被讲一次的，这个很用心，这个真的很用心。那我们要开抽盒玩了，好，开始，你先，我来。他有目标性的哦，对，他不是在乱走哦，他不是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真的是有看过一圈，我要抽这个，欸，我也要，这个是甜豆，然后他每一个板娘说，他每一个都会有发光。他说这个直接就是卖爆缺货，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发光。他有插头，对，插这个是洗衣机，然后这样子。啊，你要喂，然后他有配件哦，然后里面自己可以拿出来。好，你看，再关起来。这一组，这一组能不抽了吗？抽爆啦！而且它是每一只都会发光。你要什么？我要那个挖掘机，挖掘机手机跟那个挖掘机，挖掘机，那个最重要的上面。我最近运气很好，我就一抽就一中。这个蛮重的耶，我难得有很想要的东西。你每次喝完马都很想要。哎呀，没看到，我没踩到啊，我是用拖鞋挡住啊。我没拍到。谁？我看到了。睡眠舱。微波炉，微波炉，它睡在里面、啊。哇塞，这可以拿出来，然后放别的东西进去。板灯。哦，这个真的要抽爆。我要，帮我拍。好像全部都可以用。哇，摸起来不太像电子机。手机是我要的，手机是我。我让老带，青总带泡面。你不要学了，青总带泡面。我决定了，这是我的，我要送给我的妻子。手机是我的，让我问一下他。你要碰到他，你拿电子机再跟我换，来，我给你。先让我碰。我给你一个机会。哦，我待会抽这个。我给你一个机会。电子机哦。对。Computer。电脑。你帮我开这个。我们先看它发亮的状况哈。它是紫色的光。哎、欸，你看。让我摸一下啦。你先开，你用以前的先开的感觉。我可以再抽一盒。感觉你先抽。我们以前手机不是这样子啊，然后这样先开。你看，都这么卡。光疗指甲啦，你看我这上面有个肿瘤，有一颗肿瘤。肿瘤指甲。黄子狗窝。我觉得这只已经不是重点了。我觉得这组它是它的场景才是重点。对，它场景真的是重點。这组场景是重点。冰箱可爱耶，哦，它有夹层哦。对，哦，我觉得这组场景是重点，其他东西你都可以放自己想要的。板娘说卖爆，这一组真的直接卖爆，卖到缺货。买自拍，够了。这没有被打过。我要抽这个坦克车的也很可爱。我要跳床，就是那个烧手之前的那个。这个超可爱，这个系列。哇，好多配件哦！哎，不是，它是那个什么啊？直升机，好可爱哦！它很多配件哦，它配件超多的，念给大家看。你看，它配件是这个，它可以装在那个上面的。你看，这就是弹簧，它可以装在这里，超可爱的。然后这个是后面的螺旋桨的地方。婷，你要抽吗？婴儿车来吧。潜水艇，下面有一只猫。计程车，好可爱哟、喔，真可爱耶！这系列真的很可爱耶。完了，我就要包电了。我们现在逛到第二条。对，来停。我妈抽这个。桃花源叶、嗯，而且它这边有桃花源要有展桃花源记，抱歉。我们想要这一个，因为这个应该是最重的。睡觉宝宝，种子宝宝。是我们想要的，好严重哦！高手睡觉时候的样子就超可爱，脸颊肉咚咚 ，Oh my god！ 这只真的超美的，我圆满了，我圆满了，我也圆满了。好，这一组的重点是它的那个椅子，就是那种欧洲宫廷椅、欸。你喜欢的东西跟人家不一样。你猜我要谁？你一定猜到。你要隐藏版。
我要小精灵跟你上班。老板说这个他一组，他就是里面可能会有桌子的什么角落，可能左边块右边块，所以你一组下来就会拼成一个桌子。啊，可是那个就是给包套的人去处理了，我没有。我们不提倡包套的。对，我们玩得开心就好。最常包套的。呀，你看啊，兔子啊。我要兔子吗？你失忆哦。不是吗？他就在敷衍我啊。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他桌子哦，被那个就是零碎的碎片，桌子的碎片这样，然后他四分之一吗？对，重点是他在这个椅子，他每一个都会搭这个椅子，然后这样。你根本就只是想要他这个椅子而已啊。对，这椅子好可爱哦。下一个。这兔子也很可爱的。好，收这个。他这一个，泡泡玛特的新 IP。然后板娘说有一个好像是他吧，他放到冰箱它会变色。哇，现在就是盒玩要结合东西去做变化。对。啊！雪。是那啊！是吗？真的假的？会变色吗？要冰到冰箱才知道。哇，哦，头发会变色。啊！原本白色都会变色。哦，哎，你一抽都中了哎。我好像会抽呢。它真的很美。它超美，它脸颊上有它冰块结冰吗？嗯。然后看它其实很漂亮哎，它图片不行哎，它本体比较好看，而且它都是异色瞳，可以满足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这个老虎它是之前过年出的，然后被抢爆，我有看到它的盒子，可是没有抽到它。我们为什么要抽老虎？小珍啊，属虎，对，而且今年又是虎年，可是它这次它这个胖虎系列真的非常非常可爱，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真的很可爱，看看一下。你的外卖好可爱哦，你看它叼着。我要的，是你吗？李小珍。我要送到旁边的邻居。百变胖虎，来看看百变胖虎多百变。这是我的。对啊，对啊。这是我的。对啊，我看。我说我要珍珠啊。超可爱。你不是拿羊驼？我现在改了，我要珍珠啊。你先装上去。哇，它有盖子哦。一股棒身呢，哇靠！哦，看一下后面他那个棒。Oh my god， 这可以耶！珍珠是我的，珍珠是我的，你用手机给我换啊！来啊，来啊，你要手机还是珍珠啊？下一个，还要抽这个。夏日悠悠海。等一下，你又不去海边，你出什么车？我有海关了，我不能去啊。你有海关哦？我想要他。那你是海关人员吗？我是海关人员啊。好幽默，我的妻子真幽默。我要水母，我要隐藏版。哎呦，很美。等一下，就是那一款啊，一模一样啊。一样的吗？款式款啊。我喜欢这一款，我超想要这一款，就是看到它这一款，所以我就很想要，因为它配件超多。你看，它是这次是唯一一个配件最多的，它每一个都是磁吸的。你看到它潜水艇这边，它这个像全部吸在上面的，超酷的，满意，大满意。你要吸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磁吸我就加分。我们今天抽的盒玩真的都超棒，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运气爆棚，我们一抽都是自己想要的。对。然后今天我们最大收获应该是这一组吧，发光这一组。我第一次看过盒玩会发光，超酷。下次会不会盒玩会动？这也是不好说。我觉得盒玩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他们做越来越好玩。对，他已经以前不是用那种普通的那种可以马虎过去的，你放在那边已经没有用了。现在大家你用磁吸的已经落后了，磁吸已经不行，现在已经到发光了，下次会直接动起来哦。对。那我们今天在高雄多多玩具这边的盒玩真的进的速度超级快，对，超多很新的，我都没看，哇，这怎么就有了？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这边抽盒玩，然后还有一番赏可以抽。没错。好的，影片到这边呢，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话，留言下面跟我说哦。记得订阅我们三个频道，第一个频道三年老豆，第二个频道三年弟弟，第三个频道身体卡主频道，订阅起来，拜拜。拜拜。